哎呦，你怎么都不能够在这么完美的时间点起飞？ 飞一下啦，拜托啦，你就飞一下吧，很酷欸。<笑>怎么会这样？撞墙。可是其实好像没差欸，这个的是。 我突然想起来，他这个的设计其实不是这样玩的，啊，管他的，我的设计就是我的设计。哎呀，你怎么都？ 都不能够这么漂亮的起飞呢？起飞再漂亮一点不就？啊，这个慢的。 哎，结果你要正面才可以开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管他的。Joey M 12345感谢。啊，你这个边的这个设计是怎样？你这个要怎么进去？哎呦，干，他怎么掉下来？ 哦，这样子哦。好，他那个是哦，有了，这样就结束，已结束。 出来天色都暗了，打了蛮久的。好了，我昨天半夜自己开的神庙都打开了。那现在一样，对着地图，我再去开一些我还没打开的神庙吧。看一下哈，比较怕的是有一些设定上是要靠那个的，摄影时长遗迹这边有一个，它如果要解地图就比较麻烦，如果不用解地图就很方便。
然后我决定进去那个城堡晃一晃了，应该是蛮嗨的。抱歉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干，我人很好呢，我要忍住那个解锁的心情，就只是先把传送点打开而已。先把传送点打开，下次开台就可以先用传的，方便多。我已经看到了，那边有一个。AJB3622623，然后那股心情有多难压抑嘛？哦，开了，可是不能解，看成。哎，我不是有夜晚加速，我用夜晚加速。这里有那个风车，妈发病这些，我听到这里有风车的声音。有声没？而且那边有一只守护者想烦我。哎，这里刚刚有调查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我刚刚那边出现了调查说。哎，爽呀！原来是蘑菇。哦，那个啦，靠北啊。他妈还跑！对，才刚换完没多久就早上了。哎，又是一个 Guardian。射一下好了，反正都靠近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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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要刷一下。我们便宜一点。大哥没有掉啊！你要再死一次了。嗯，既然在这种时候。大哥不好意思，我重存一个。哎，大哥不好意思啊，有点浪费啊。这种时候就很想要插 SSD。
大哥，你又没掉、啊，难得都看到，我觉得还是刷一刷好了。不然真的要来刷的时候，也是有点嫌麻烦了、啊。大哥、啊、你怎么都不掉啊？你这样我要刷很久。之前运气超有一些运气超好的，一个大的一个小的。大哥不好意思啊，射到脚，射到脚而已，你可以站好不要动、啊，真麻烦。干，如果魔物猎人也有这种存档方式的话，就会很惨，大家就会几乎在最后那一刀，然后挖三次没有宝玉就毒了。哎、欸，开奖没有？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断你一只脚而已，你脚长回来，可是你就复活吧。大哥，抱歉，准头有点差，虽然力道是够了。啊，这样一定中，好不好？这样一定中。哎、欸，有了，你带核心，谢谢你啊。哈塔330490，感谢。多亏你上恩，终于掉核心了。按821022，感谢。卡塔秋姬，刚刚有个卡塔订阅，现在叫卡塔秋姬，这么卡塔。哎呦，荔枝考验出子，这么简单。拿出他的大棒哦！去哪里 ？Tokyo， 不够气的。枪连 Plus 都没有，其实蛮废的。斩风雨剑，斩风雨剑攻击力还有个15，哎，好了，枪还有个10啊，还有10配上我这一套的话，攻击力可以上去一点点。哎，毕竟是枪，算好用的。
王族之枪，摸一下带喽，王族之枪比较屌啊！去。再解一个就可以，应该就可以拔剑了吧？再解一个血量是13呢，13是不是还不够啊？人家说14的样子，好像没差，迟早把它拔出来。早都是要把它拔出来，要拔出来。等一下，对个地图啊，因为我想要进去那个里面的，要进去了。有这个禁卫兵的谣传，我想要去拿禁卫兵的谣传，在海拉鲁城堡内的池塘附近的通道、训练所以及主殿二楼，完全不知道在哪里。总言之，就去看看吧。算他是讲在这里的。海拉尔大冒险，出发！弹剑，这个蛮好的。哟，我能不能爬上那个神魔之塔？对齁，不知道我的观众里面现在还有没有还在玩那个手机版 RO 的人，因为已经不玩很久了，我在想要不要把公会解散。JK1518， 感谢。我在想要不要把那个公会解散掉了，毕竟大家都不在了，也没有意义。守护永恒爱已经守护了20年了，差不多该换了。这个音乐听起来就很撒尤那拉耶。你照，你敢照我，你试试看。原来这个是不给爬的那种材质，好吧。既然你不给爬，那就算了，小气要死。
那我进得去这个里面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我想要，因为这个有点高。哎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这个路好了。哎呦，进来了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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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谢谢大家，这游戏今天就要全破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去打他都打得赢。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去打他就要死了。海拉鲁城堡。为了这个游戏的。乐趣，我也不会就真的这么快就把这游戏破了。我还想享受一下这个游戏。好，那其实地图蛮大，可是我的目标其实就只有这个哎。我其实只把这三个东西拿完我就离开了，剩下的还好。好像说有一个什么盾也在这里，只是我不知道位置。我要先找到这三个宝箱跟那个盾，总共四个道具拿完我就撤了。剩下的就是真的我要突破这个游戏的时候的那一天再回来。对，这个比较尴尬，是我要先去寻找这些东西。欸，这个音乐超萨尔达的。喜欢玩三角神力，其实也是这首歌。塞尔加农现在位置。我也知道，好像这个吧，右下角这一个红色的，就是那个茉莉布林棍，离那个墨字最近的那个红点的啊，这个啦，这个地位置好像有一个神庙，到时候也是要去。主要是五件事情啦，拿完三个宝箱、一个盾牌跟一个神庙，我就要离开这里了。不然我真的会把鬼王操翻，不好吗？哇！我一个登山客直接爬到这个城堡，其实感觉还蛮好笑的。但是 tornado， いつでも欠揍的。哎！你妈尊重一点啊你啊！我来这边拿个宝也不行。炮塔。
我记得这个炮塔有宝啊。看我，哎啊，我也是做了一点功课的。哎，这有宝，炸弹剑五根。还发错，啊啊！这里有个神魔之塔，借 AK 七八七三七九九。扣啊！一二三，二一八，感觉。这里太高了。这里怎么这么红啊？萨尔达的研究室，硬怕哦，竟然是萨尔达的研究路哎。哦，原来还有研究过，所以玩家这边算是补足一些背景吧。不读了，宁静公主，我还想不起来宁静公主好像从来没拍过啊，是不是？真的。哎，是那个，是回忆耶。歪打正着，看到个回忆。这里是好多大便，这里是哪里啊？我记起来了，这里。真的好多大便，我天哪！
ガーディアンもようやく動かせるところまでこぎつけました。この調子でガーディアンや神獣への理解を深めていけば、たとえ厄災ガノンが復活しても対抗する力は得られるはずです。ここで何をしておるのだ。ガーディアンの実験を見ていました。私たちが異物を完全に把握すれば、厄災への対応も。確かに古代異物の研究はハイラル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だ。だがこの国の姫であるお前がなすべきことは他にあるはず。いつまでそうして己の役目から逃げ続けておるのだ。逃げてはいません。先日も勇気の泉に赴き、沐浴し祈りを捧げ、異物に関わるのをやめ、全ての時間を修行に注げと言うておる。厄災封印の力を身に宿す術がそれ以外にあるのか。わかりません。でも努力しているつもりですけれど、どうしても。だからせめて今の私にもできることを。言い訳は聞きとうない。王として命令する。今後一切異物に関与することは許さん。泉での修行に専念せよ。口さがない王宮の者たちに何と呼ばれておるかは知っていよう。出来損ないの姫、席を果たせぬ無才の姫。そうではないという証を立てるのだ。よいな。はい、お父様。哦，原来有这一段啊！我自己的这边都是屎。画什么？哎，哇！他拿什么？他拿一把超操控大鸡巴剑，这很赞。哈。哈康尼，他又听到我的脚步声。Eric LKK 六百，感谢。嗨。哎呦，干你！我靠，他一掌把我掰出来，太好笑了！哇，他一掌把我的血拍出来，真是太好笑了。近亲大剑我从来没拍过哦。好啦，妈，这一把砍一下五十二的，你打这么痛，想想也是合情合理。为了拿弓，哎呀，哦，干五十，但也很不耐用。有点可惜，可是攻击力有五十，好强啊！换下来吧，但也更耐用，射击性能也很优秀。哇，这么棒啊！
拿来闻一闻。我现在被任何东西拍到，我就要死，好好笑。哎呀，地图换了，它的内部。随时记录，死了就算了。死了了不起，我再来一次。洗内裤，感谢。哎，啊，这个不就那个下面吗？哦，干，差点摔死。怎样？欠人家射的。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大哥，没掉啊！来，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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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给个核心啊，大哥，我很缺核心啊。干弹簧！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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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哎，Clay 79128，哎，大哥，你再不出来，我要再射5发了。是不是在下雨？哇，大哥你不会动，真的很好摔。核心呢？大哥你这样不行啊！干，你知道城墙外面那个人比较好吗？我射在他脸上，他就给我了。你现在是要我射到什么时候？哎、欸，有了有了，是有是货哦。现在比较麻烦的是，我不知道他的那个位置在哪里。食堂附近的通道，训练组，主殿二楼，主殿二楼还可以理解啦。食堂附近的通道在他妈的哪里？哎、欸，啊，大哥哎、欸。哎，没有被骂，没有。好了，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了。
大哥没货啊！哇，有这个炮台真是太爽了，动都不会动。守护者会爬来爬去的，这种不会动的，我可以慢慢来。你看，没有痛苦的死去。哎，哇，大哥，你这个四象。内部。三殿，哎、欸，啊，三小，大哥，三小，怎么突然出现一只莱尼尔？笑死我了！抓几只莱尼尔出来了，我哪动会掉？不是啊，那个莱尼尔是这一个位置召唤出来的怪、欸。哇，也是蛮厉害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如果打死有东西还可以理解，不知道那只莱尼尔是强的还是？看一下好了，有点想跟他打一场。有古代核心的话，那有古代统联吗？哎，杀巧了。蓝中莱尼尔 ，Yolanda 4790，感谢我。哎、欸，大哥好！哎呦，爆杯啊！大哥，你不要乱撞。大哥，我没武器了，我可以拿一般的跟你打吗？我拿这个弓弩。大哥，抱歉。啊！等等等！哎呦，大哥啊，我一直被旁边那个锁啊，不能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的锁钉一直被那个带走。有个
白目。兽王剑。可以将敌人劈成两半。兽王弓，哇！结果拿到的是兽王盾，太好笑了。弓坏了。哎。可以射三根的是不是还是比较屌？同时射三根的 DPS 应该比较高。也不管 DPS， 至少它那个不同的剑种会变成三颗射出去，我觉得可以射三根的终究是比较屌。哎呦，还给爆！炸弹剑士，妈，这边到处都是屎。完了，我就这样子四处探勘，越玩越多了，还是没有看到我要的目标。我的禁卫兵套装到底在哪里？食堂在哪里？训练所在哪里？不过其实这个地区作为最终关还真的是蛮苦的。大哥别闹了，没有必要。不好意思啊，近一点比较好记录啊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哎、欸，齿轮很多。好啦，有齿轮，不行，有齿轮我也不接受。你要给我核心。哎，大哥，看我！哇，不看我就算了。可惜呢。有人知道？有人知道？禁卫兵系列在哪里吗？我把东西拿来，赶快跑了，不然真的越打越多，连莱尼尔都打死了。大哥啊，在城堡里绕绕就有，不是啊，我已经在城堡里绕绕了一段时间了，不好吧？赶快拿一拿去解神庙比较好，我已经过71个神庙了，去解些神庙比较好了。大哥啊，哦，你浪费大家时间嘞！今天晚上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洗这个。本厅上面一直爬墙壁往上走，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先把这个刷完，我刷完我再开始找。
这一只先刷掉。大哥啊，你要多久？我一快到主殿，禁卫兵都在下面。都在下面是什么意思？你说禁卫兵系列装备都在下面的位置，可是有一个主殿二楼，它上面写一个主殿二楼，哎，二楼也在下面。哦，是那个橘色的圈圈的楼上的。橘色圈圈在往上面找，应该就找到。图书室左边楼梯往上走，来到武器室大门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哥，我的大门跟你的大门可不太一样。这个部分，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误会，可能要研究一下大门是哪一个大门。有没有客观一点的大门？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啦，这个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大门，是吧？这就是画面最下面那个。哦，因为这游戏很主观欸。反正主殿二楼我大概知道是哪里了，我去主殿二楼找找看。啊，你到底要不要给核心嘞？我看直接气到他妈不给了，是不是？射案后脑勺太多次了，索性连死都不去死了。大哥，很久哎，你是洗最久的那一只了吧？这个还不会动，会动那一只洗的久一点还可以理解。妈的，不会动不掉，很讨厌。嗯，麻烦。你为什么都不掉？你为什么都不掉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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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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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不掉！开奖！我还要等它烟雾散去，烟雾散去才会开奖。不不不不啦啦啦哒啦啦哒哒啦啦！快点啊！我还想说你掉了，我就先暂停去上个厕所，看一下妈膀胱爆炸。哎、欸，大哥！报告，这台的核心上次高装简被隔壁连的干走了。干，怪我？那你为什么不去把干回来？你各位啊，今天本来动八，你没找回来，找回来之前都是幺八。
妈，这是真的完全不掉哎、欸，真的很神奇、欸。不过他给超多齿轮，难道妥协了？看你是不是要妥协了？因为他给超多齿轮，其实还可以啦。不行，我赚一次就是80，80换一颗核心，合情合理。80换六个齿轮，哦，根据肯定一样，给人家削到吐血。我不接受。妈，你真的是不掉哎、欸，好神奇哦！为什么这次会不掉？难道看一下血量吗？血量如果低于1500，应该就是不会掉了。可是没道理啊！我刚刚有一箭射到他没死、欸，没死的话血量应该是够的。因为这么久了，其实有点不可思议。对啊，它是1500的类型啊，1500就会掉啊。大哥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没道理啊，我自己关台刷都没刷过这么久。大哥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帮你拍张照嘛，好不好？你很帅啦，你很帅啦。哎，是是是是是，你看有没有说他帅就给了，跟我观众一样。哦，你长得真的很帅呢，看在你这么帅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我还安抚他呢，啊，自己被判赢，萨尔达的房间，哎呦，这边竟然是萨尔达的房间，糟糕，也没有弄电动塑胶之类的东西。耶，萨尔达的日记。其实他是个大胃王，真有道理。在还没收到话之前，就全部人死光光了，可怜。这里有没有藏什么特别的东西？看起来没有。
哇，这个萨尔达房间是就这样而已。哎，不过可以往上爬。ミファーの祈り、いつでも使えるよ。いつでも使えるよ。去对面那边看看，对面那是研究所，是我刚刚去的地方。是，就是他研究室，所以我绕了一圈又回到这边来的意思吗？